你们这最大的鞋是谁？您多大？49.5。哇，49，巨人，49.5。你怎么买鞋啊？对啊，你上哪儿买鞋？这船啊，这是。他会发鞋。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篮球运动员只穿一双鞋的话啊，不是因为他们只有一双鞋，对，因为他们一次就发一双鞋。你以后买不到鞋，跟我们说啊，我们有非一般的感觉的特步。哎呦，我们让特步跟你定做非一般感觉的鞋，特制，对，让你穿上之后有非一般的感觉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四遍了吗？啊，四遍了，有了吗？特步会很满意嘛？对对对对，是吧？我们就是要特步满意，对啊，可以了，五遍了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的出现，让我完成了广告指标，耶，太棒！有没有发现他有点撞脸了？有点像韩国的一位明星，叫金什么？金宇彬，哎，对，哦，有像哎，真是像啊！在韩国是这样的，这样说的，这种脸型叫恐龙脸，恐龙脸，为什么？因为金宇彬也是，他也是有点像恐龙，那个。你看见过恐龙吗？就那个图片嘛。你知道恐龙长什么样子吗？3、2、1，看见过恐龙吗？真是。啊，欧恐龙，欧恐龙，要啥有啥，来的比较突然。啊，汉生兄，没事，谢谢，请您归位，恐龙。好好。